你们算是算绯闻对象吗？听到丰田是男主角的时候，其实他有推小鲜肉，天桥就说我正想找丰田，他就说好啦好啦，我帮你问。看 MV 的时候会写什么？我是煞气哎，什么星辰？你水瓶哦，你太极端了，要回来一点，变成工具人，疯狂的付出这样，疯狂的付出。有一个摩羯座的，因为他是主持人，但他都不讲。这是什么问题？我想提问，老子要了。医生，你上升什么星座？我们爸回答。